Hello 妹妹 ，Hello 博弈，午安。好恶心哦，大家都在听 MV， 好恶心，好可怕。我跟大家胜率越差越多了，恶心。他总共礼物2750，然后他的胜率是907，黑几3000多了，太可怕了！Hello，Hello 思远，Hello 小布丁，Hello 阿丹，是阿凯送的乐，Hello 陈，Hello 小白兔，Hello 德全，Hello 北极星，Hello 小雷日，Hello 小布丁，Hello 落日。Hello 卡丘 ，Hello 鲁蛇 ，Hello 奇骏 ，Hello 手环 ，Hello 金界大叔 ，Hello 奇骏 ，Hello 飞宝 ，Hello 一夫 ，Hello Jack，Hello 方英流 ，Hello 梁子 ，Hello 何，好可怕，我觉得追不过，笑什么笑？我们爱好的贾鲁特，谢谢小白兔送的剪刀石头布。对，01-3000多，超可怕的。他到底是要拼 MVP 还是拼种子啊？三月。可以有策略性的在抽吗？告诉我你们的目的吧。啊，想哭。拼 MVP 不用这么早拼啊。拼 MVP 还不用这么早拼，因为活动是9月13号才截止，还有一个月呢，大大，还有两个月呢，大大。他就要变成种子选手哎、欸。所以 MVP 是全部最高的。种子选手他还是需要经过猜拳才有人进入选拔。MVP 是 MVP 热身赛 MVP 是还是要经过抽选猜拳才能决定站位。对，你懂那个意思吗？他有点难懂，难懂。Hello， 亚麻路谷。对啊。能够种子选手加 MVP 吗？太累了吧。剪刀石头布，我自己有时候看不懂这个，场运比较重要。对啊，不能坚韧呐。种子选手是你，很难解释哦。那个呢，种子选手就是每一周1到2周的第一名。然后他又不是种子选手的话，你没办法参加这个的资格，就是你没有办法直接直接猜拳，因为他这个等于是你录取，每周会录取一个，然后再一起猜拳。如果连这都没有的话，就是大概就是这个。让大家再听着，硬起来。
好难哦。对，他说他们说位置会比较好，太难了这个规则。刚起床的我脑袋没办法跟上。详细活动资讯，算了吧。你他们就是这样子，还有 A B C 区，对，那个猜拳大赛的那一天。他说：“徐总在这边跟大家猜拳，就是他们这些人要猜拳，是要先打过这些人之后，才能跟他猜拳。哦，对，他的位置会比较好，他会减少很多很多的对手，这叫什么？减少很多的对手。不会睡啊，因为种子选手大家不捧上去，就是这个比赛的外卡，外卡选手。”这样讲嘛，我安慰如。Hello， 尊 ，Hello， 塔瓦哥。不行吧，不能这样子啊。Hello K O H K， 你看你是阿姐的粉丝对不对？你来探敌情吗？谢谢尊，你到时候哎呦。大家说，我已经跟姐姐申请好了，我礼拜就是礼拜六晚上的10点我会开直播，但我看到那一集，礼拜六25号，然后可是那一集因为冲成这样，其实有点不太想让大家冲成这样，因为这样要花好多钱，所以我觉得有点犹豫这件事情。现在总是说好多紧张石头布啊，怎么办啊？我觉得有点拼不过。可以跟修润一样，就是一直靠开那个，然后不用刷礼物，只要丢免费的礼物就好了。但这不是，头痛啊，老黄。看了五本，现在中哲生的好多剪刀石头布，我在犹豫这件事情。每次看到这种比赛，我就觉得很讨厌。你在公然骂官方。讨厌，很烦啊！哎呦，对啊，反正就加时间嘛，就试试看。没有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走，尽量走 MVP 的部分。做 MVP 的部分吧，尽量。对，好可怕，第一周好恶心哦。好了，我去跟公司预支薪水了，自己帮自己买位置。老师，薪水再给我吧，快哭这样。他自己丢开心。谢谢中德送的好多剪刀手布，谢谢叶兔送的玫瑰。慢慢累积咯，谢谢叶兔送的剪刀石头布，我不知道，好烦哦。这就是不小心那个名字送的礼物。菜菜 ，Hello， 谢谢子轩送的新主管，谢谢阿达送的剪刀石头布，好可怕哦！下礼拜新主管来冲蹭饭，我去开一个面馆，然后大家在里面吃东西好了。欢迎大家丢礼物，我喂饱你们就好了，我就煮饭给大家吃，不是那种。古代，然后就是打仗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军粮粮那个，这是我们粮民营，算了，谢谢启军送的剪刀手布，谢谢就是不小心让你送的掉了，烦哦，烦躁 ，Hello Cozy， 救济站。对，我就开就地站，我就每到一个时间，我就把所有的食物都放在某个角落，你们自己去拿。对，里面会有什么奶茶啊，什么之类的，还有什么面包啊，什么。七七喏，就地站。七七。我是火防兵。妈妈的味道。几个猜拳换一碗面，好烦了。谢谢叶兔送的剪刀手布，谢谢阿当送的剪刀手布。对，一切都是命啊。好，塔古亚奇，快去吧！有松叶的土？没有，我不会给你们吃松叶的土。Hello， 小薰。
多丢一个变七十八。好美的衣服，这个是娘娘的生日，很可爱，我很喜欢这件衣服，我一直穿。Hello Martin， 开仓正良，好烦哦。Hello Holly， 我七姑我在，可以再送一波，然后什么都没了，没关系，你先留着吧，我们礼拜六可以再送，反正我还是已经确定要开了。谢谢小军送的剪刀石头布。一定要做很多好事才行，要累积人品的方法。谢谢小心动剪刀石头布，还有陈浩记得的变电预约中。谢谢 Kusi 送的剪刀石头布，谢谢。Hello 琪琪，谢谢小心送的剪刀石头布。Hello 亨利十六世。好可怕哦，头好痛。昨天看到那个阿杰这样冲，我就天哪，这是什么三强鼎立的世界，好烦哦。谢谢小军送的带我去流浪，谢谢。谢谢中总送的剪刀手布。哦，你会不会没钱吃饭？我真的去开面馆了啦。每个人都是可以无限续面这样。你吃不多啊？对，周老师的好多剪刀石头布。Hello 人好 ，Hello 甜甜，朝主内战，对呀、啊，好烦哦。我不知道，我帮你看看，头痛啊。现在得是这个哦，雅恩。累计已经到一千个哇！哎，那个就是那个盛场，好可怕啊！他多少了、啊？3146个猜拳数，哦、今天他胜率很高哎、欸，好可怕、啊，好可怕、啊！那些怪怪说剪刀手布，好烦哦！那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好像可以，就是我们每一周冲一个，就是我们组的。就是大家粉丝互相合作，这周可能先冲林姐，或先冲我，然后再冲别人，再冲别人。我觉得这样比较会有战略性，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一周可能我们就先让林姐去当 MVP， 所以我们这边全部冲、啊，我们冲下一周，这样子会比较好。但是我们两个全部都冲同一周，然后就后面就，对，然后可是会像我们两个都打不过林姐，输了。现在真的是要剪刀石头布，烧肉吃起来，轮流，对啊，笨猫轮流。谢谢小薰送的剪刀石头布，我现在觉得心痛。先说好有点难，对了，啊，我要死掉了，直接阵亡。Hello VV 梦。忽然变团战的概念，对呀、啊，我们办怎么办？我们只能搞团战，我们赢不了别人，我们就搞团战，搞个团战呗。Hello， 虾虾。有时候团结力量大嘛，蚂蚁为什么就是可以搬得动这么多东西？因为他们人数多嘛，我们就来个人海战术。Hello Marcus，Hello 小 M， 谢谢你分享直播间。Hello 智翔 ，Hello 小精灵，宗泽，不要，没关系，就不要再丢了。你要记得吃饭，大家怎样都要吃饭。有能力就是照顾自己，你们再丢，不然我很担心这样也不行。谢谢雪松的韩式滑鼠。最近直播都好好化妆，因为想说怕大家不想修图，化得比较好看一点。运动会的问卷要记得去填了。Hello Q，
谢夜兔送的剪刀石头布，谢人花送剪刀石头布，谢玉安送的青桔管。Hello 顽皮，谢谢人花送的剪刀石头布。Hello S O 一五二一四 ，Hello 罐子老师。钱包剩300，你不要再买了，宗泽，我觉得这样不行，这样不行。你们如果真的要这样的话，我就不抽了。就是觉得就已经影响到大家了，就我的内心没办法接受这种事情。Hello 地板，谢谢罐子老师送的许愿瓶，希望大家都心想事成。谢谢小轩送的告白气球。Hello 大威。修润的时候，你说之前在抽筋，这就是啊，悲伤累积。然后我是就是会官方会再选一个，我是官方选的那一个。被炒煮的高级烧肉加油，好，我们会加油。反返回家了，他在种他的香菇。Hello Larry， 莹莹最喜欢玩游戏，对啊。现在小心中捡到什么菇，很多，还是再讲一次。Hello， 中午好，志伟。谢谢联邦送的新之冠。不知道会不习惯我黑发脸不习惯。没关系，再过一个月之后，你就会开始习惯，因为颜色慢慢退回来了。它会变咖啡色啊？咖啡色，就是退回之前你们一直看到我那样。所以你头发都黑色？就是这颜色本来就一直洗不掉了，就是我的头发，我最近在洗头的时候就会看到这蓝蓝的泡泡这样。Hello， 阿鹏，谢谢人豪送的剪刀石头布。Hello， 爱。Hello， 默默。就是一直会有蓝蓝的泡泡，好长这样。谢谢玉安送的新之冠。还没吃，是比较习惯仓鼠色。没有啊，因为我一直在纠正我的发色，所以我会一直染黑，一直染黑，染到就是它退的时候不要这么红。就是我在想的事情，因为我不喜欢那么红的头发，因为红发太多次了。Hello， 顽皮，今天到处看看在逛街。对啊，空空，蓝蓝的泡泡好梦幻，有种独角兽的感觉。我是一只独角兽，把它拿出来。对，我是一只独角兽，然后我的洗头发都会蓝蓝的泡泡。哎。红发很像主角的颜色，我是王子，差点唱歌，唱错歌，还有一首歌，王子变青蛙的歌是什么？哈？记得有这个。太可爱了。183 club。超久，迷魂记，迷魂记是吗？对对对，这种好复古、哦，我想请跟大家分享一下。对，我被战局逼疯了，好难哦。Hello 小风仔，让直接给我跳掉回来变独角兽。呀、嘟嘟。这个配乐，这个动作真的很嗨。5K 这么简单吗？我已经会了。在去的时候像是可能一来就犯傻。他的话是什么主题？爱到处爱到处饭店，要给所有人都要点暧昧，我不想被骗，不想为爱翻脸，再给下一秒我就要发现。他也有 My Stand 好棒，我是不是吃了这首歌？这样是透心之冠。 Hello 子萱，谢谢俊武。
送的向日葵。太棒了，这发质，这发质超蓝的。馒头表示先跳舞。啊！怎么会？这还是以前那个什么连续剧、偶像剧的歌。哎，那你偶像剧超红那时候，偶像剧盛世。阿当表示说：“你不要这样，当年是高清的呢。”有麦架的地方就有七七，真的没关系。这首歌不用放在你的歌单里面，我只有想听而已。没有奇迹啦！谢谢勇歌手的剪刀石头布 ，Hello Working， 奇迹笑死 ，Hello 豆子 ，Hello 林志友 ，Hello 浪客4283537，喜欢的什么诉讼剪刀石头布，谢谢。他们的唱腔很熟，就很复古。快睁开你的眼睛，你的眼睛，这样，真的很帅，好听啊！每个都男神啊，感觉很贤惠。你说我现在长什么样？我们都女的。这好像不好当，对啊。一些变速的，就是竖梯，最近不太行，麻烦你的品味我不行。谢谢你，在健康上是 Lucy 吗？当然啦、，Lucy 代言的，真真，对，就是183克。Hello 三三，你有831，那现在降价83，那个组合倒过来。我已经在打传说晚来了，没关系。噔噔噔，配白色洋装，对啊，就是要这样。还有什么歌啊？偶像经典片头，你最记得哪一句？爱情魔法师，谢谢小白送的剪刀石头布。哎，小白。队长游泳圈，游泳圈胖了一圈，怎么回事？这个名字好像不太合适。谢谢小白送的剪刀石头布，谢谢夜兔送的剪刀石头布。我是没朋友的雨晴，为什么？你有看那个运动会剪辑吗？我每次都会被剪一些很奇怪的地方。我看。谢谢夜兔送的剪刀石头布。昨天没戴耳机出门，尴尬。咦，好怀念的歌曲。对啊。最喜欢这种歌了，有时候听觉得心情很好。来听出神入化。是啊，出神入化。是我那种很熟。对啊，没朋友笑很久。哎，我有朋友，金钱。嘉轩。对啊，我第一次看到。对啊。苏库拉，打出啥库拉？苏库拉。可恶，有钱真帅。哪里的？Hello， 主播 end up 哭，还有老人操，哎、欸，我有练习耶。Hello， 昌黎，子轩的老板。Hello， 怀。零一七七都支持一下，谢谢小白。Hello， Tony。Hello， me。Hello， 豪哥 CD 传说，听起来很厉害。
你是肉肉的那个粉丝那个猴哥吗？其实 Netflix 也没什么习惯了，没关系，我都一个人看电影。Don't be Daisy。Don't be Daisy。你吃瓜？那十点直播跳四十分钟了。先去吃饭，好哦，子轩。豪哥就安静了，知道啊，好辛苦他。先等到20分，好的，辛苦你了，上班加油。Hello 囧爷 ，Hello 凡事求个缘，好久不见了呢，很久没看到你了。圣徒出神入化，很怀念。对，入个眠，我放这种歌，你会想要入眠吗？谢谢小白兔的再见撒哟，谢谢。我们有个魔性的背景音乐，我把它消声。谢谢点点头上的剪刀石头布，谢谢。Hello Kent， 谢谢。谢谢教练，我想踢足球。你当球，谢谢你的追踪，喜欢我的朋友也记得追踪哦。这什么歌没听过？你没听过阿当？麻烦说他那个觉得大姐笑了两个小时，魔性搞笑，写法消失了。Hello 木易，谢谢声音做的枫叶，谢谢谢谢哥阿翔，哎 Hello 阿翔。Hello， 富生。Hello， 正气。我可以杀西布里的。法圈女仆风，真的吗？这个法圈配深色头发，就是可以，就是减少它的锐利气息。就是这个法圈在这个发色上面，感觉就没有那么凶。Hello 文谦 ，Hello 美珠 ，Hello 橘子冰 ，Hello 龙龙，大家午安。看看娘娘的 T 恤来了，娘娘的 T 恤喜欢。那时候去台日哈什么哈的电台的时候，我也是穿娘娘的 T 恤，受不了。晚安。他笑得有点猖狂。Hello， 我爱你，你好。我妈绝姐法法听得罐头笑声。然后为什么我妈绝姐法法都在我们组呢？我们这组到底有多少罐头笑声？法法在干嘛？法法在看昨天那个，大家有看到那个我们昨天那个运动会的，是什么热身赛？算是就是那个什么赛？前哨战。前哨战。已经更新了，很好笑。对，爸爸觉得很好笑，他就不知道什么，我每次都被剪一些没朋友，然后或者是一些，我的表情包也太多了吧，从偶包开始的表情包就超多的，你知道吗？嗯，那个笑声是法法的，那样的 T 恤，那样的 T 恤被洗成XXXL，太夸张了，年纪大代表。他发脱节吗？他跟世界脱轨。他绑了发型，我觉得这样蛮好。希望我以后的公式发型都可以直发。哦，安安超会跳健康操的，超厉害。也是啦。介绍词是黄秘书想的吧？应该是哦。笑死。差点想起来 Lucy 怎么跳，看你的，看你真好，也是强壮健身操，在体育都不可少，喂，同学，很难很难嘞，那时候很认真在练习，离国中最近嘛，我们是国小才跳啦，对啊，国小那个最长的下课都要
浪费时间在这边。听到声音啊？哎，我笑死了。全国比赛，金刚才有全国比赛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法法最喜欢影片的哪个环节？他现在还在看。他可能喜欢我没朋友那个。他什么都觉得好笑啊。因为我的室友笑声很猖狂，大家听得到我声音吗？他的笑声已经遮过我的电脑的音乐跟我的声音。所以今天吃沙拉。Mina 的跑步机，不要偷笑 Mina， 哎，你很坏啊！我听到啦，不要偷笑啊，我的宠物啊，笑死你！这样不是都用班会跟社团练吗？没有下课不是吗？可是运动会才需要，运动会上的辛苦要吗？全校站看了从头笑到尾，可能是那个哈哈这样吗？影片上也豪迈的笑吗？我觉得要看看哪一种。对，我会噗嗤笑出来，但我不会这样，就是这么猖狂的。头发比较特别，我觉得他可以一直都这样。Mina 应该是会啦，他应该没有这么，我记得那时候他应该还在吧，还在，就是 Mina 不知道那时候去澳门了没，我觉得那个东西可以剪了好几个，就是表情包或者是那种动图，噗嗤的笑，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他应该有跳过。现在化身小魔术送的新之冠，直播完了就笑，可以。Hello 含不住 ，Hello 小猪耳朵，是谁的笑声？法法的笑声，法法的笑声，他也是我们的团员，他是一个非常迷样的人，迷样浓人，迷样浓土。谢谢空空送的掌声鼓励，这首歌超适合七七，我超喜欢这首歌的，我从以前就超喜欢。不是啊，这首歌啊，我希望你们做的是这首歌，不健康。他有点吵。Hello CKC， 那笑到不能自已了。重点是烧肉，当然。这真的是对运动是蛮烂的，我从以前就是，就是这种。对对对。如果你打球类啊什么什么什么那种话，我应该还行。但是这种就是硬要很规律的东西，对，是硬要仰卧起坐，硬要跳高什么什么的话，我觉得我真的就是体力啊，体力。谢谢柠檬送的向日葵。今天吃太少菜了，觉得怪怪的。那个俊泉不会打球，被球打。好想玩的味道。我的眼神，我觉得很可怕。哎，玩躲避球真的胜负欲跑出来，我也不顾一切去前面抢球，然后砸大家。为什么？还有跟你同组，对啊，那
在博弈中的向日葵，所有的球类我最喜欢躲避球，我最喜欢最暴力，最暴力最残酷的游戏最喜欢，好爽。你抓他人不好玩，不是你要撞人啊，那种太太会伤到我自己。好喜欢玩躲避球。Hello 豆芽。羽球很和平吗？嗯，太和平了，太和平的不好玩。出来给你刺激的、啊，不至于吧？暴力美学没有啦，就是感觉很好玩。躲避球拿往脸上丢，你不要丢人家的身体跟脚比较好撞，好不好？你脸那么小，可以瞄他脸干嘛？就掉了，就走了这样。而且打脸很没礼貌。嗯，偶像是靠脸吃饭，怎么可以丢脸？好想玩啦、啊，什么时候可以玩？可以 B 组先打一波吗？好可怕 ，B 组感觉超可怕。我觉得我们会，我自己家的孩子都这么打下去，打别人家都可以。哎、欸，不行了，为了团队，我是不是一个团？为了部落。不要 flower， 我的 honor， 不要 flower， 去去去去去，笑死！粉丝福利被砸怎样？太可怕了！点还是我来先打，别人家孩子怎么怎样鼓掌哎？受不了！粉丝表示晴晴找我什么啦，可怕、欸、可以让粉丝打躲避球代替自己偶像出战那种，可怕。我很温柔的，哎呦，大家都是偶像，我要怎么打得下去？那躲避球真的很好玩，就是个很刺激的游戏，你不觉得吗？就喜欢这种有点刺激的游戏。七七彩王，我不是思雨啊。我们听可爱的歌。我今天收拾一只新眼睛，却依然中了向日葵。没有想打任何人，温柔的暴力美学，你就是打完然后说还好吗？这样给他呼呼。Hello 张白了 ，Hello 北京春飞，午安。然后跳呼呼给他看。你说我想让他帮你呼呼，咋讲？为什么这首歌是 MISO 的主题曲？阳光的剪刀手不仅仅是别人纯粹送的花枝精粹，然后君翰，我在吃东西，吃午餐啊，早餐。对啊，有没有很怀念的感觉？
需要寂寞，小心点，小心，小心点心。街上的情侣最耀眼，又最吸睛。现在前进过你，所有男孩和女孩，一杯鸡和你恋爱。我辛苦这回放弃，小心点，小心，小心点心。高矮别在意，要和你。有首歌叫《微胖女神》。大学很喜欢这首歌，很可爱，不知道找不找得到。有有有，微胖女神的微胖女神，副歌真的超可爱的。今天午餐吃沙拉，因为昨天都没有吃到菜，就昨天其实也没有吃到肉，昨天就吃馒头，然后晚上的时候买了，就是下午吃了一包饼干。因为有点饿，然后就没有吃。然后晚上练习完回家的时候，去全家买了一个很少的那什么妈妈主义的那种小卤食蔬嘛，那种东西就这样吃。昨天没戴耳机出门尴尬，今天有了吗？还有联邦 TW。没戴耳机看直播真的是蛮害羞的一件事情。我之前有这样做，一些联邦送的 love。昨天吃的很客家，什么意思？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很客家？跟大家介绍这首《微胖女神》，超可爱的。很省的意思吗？好哦。他们不知道这些什么意思？哦，是不知道你喜欢这些吗？还是不知道有直播？我们孕妈发哭了。生气。不知道你不知道追 AKB 真的假的？这首是微胖女神，很可爱。有到微胖的女神，感觉她又要当微胖女神的话，好像还不够胖，好像要再肉一点。不行，我们都还不到这个等级。吃饭配这首歌，心情大好，真的。就吃起来。只要粉丝觉得我很理想，那就够了。最近有胖的吃的有点多啊，呸，跟你屁事乌鸦嘴，就算有赘肉也是无价美。相反，那贱人总说要增肥，不管胖瘦你都有够肥。其实我们就是顶多就是正常的身材，就不到胖。我是我女神，要为能演起长相。我是你女神。好啊，礼拜六见，许仙。100%理想吗？我也是有点肉的女生啊。我是我女神，要为了演技唱将。我是你女神，谁都拿我没理想，这么理想吗？哈喽红衣女神，要把战争歌说唱，解决世界心焦。超棒，看着他拿手机点这种，那你怎么嘉轩，什么叫我有理想吗？ QQ Hello 开心 ，Hello 喵。Hello 顽皮。大眼炮。
我是你女神，谁都拿我没办法，会疼的女神。但是这个很可爱 ，S 曲线的意思吗？忙着运动会没看好我，没关系，我也没有在看好我自己。Hello， 喵喵先生，谢谢追踪。欢迎每周都来陪我吃午餐。之前会想说都就是不要吃午餐什么之类的，但是有时候其实播完的时候肚子很饿。反而会乱吃，还不如午餐吃正常一点。我是我的神，高贵蓝眼气长枪。陪七七吃午餐。我觉得运动细胞跟那个能力不太一样，有些人是爆发力，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靠爆发力，然后我是持久力。饭刷吗？不要，我要喝快。好，你今天是中午，我爸八月晚上要上班了。因为晚上我时间太难抓，而且最近我们都会做些自主练习啊什么的，所以就比较麻烦。这首歌，谢谢空空送的 love。耐力型不齐，可是这样做运动细胞不好吗？不一定嘞，像很多会健身的人不一定，某一些东西会好。好痛苦，就是这种Hello 智博，是老师的粉丝，猫头猪老师的粉丝，我们的猪猪老师，而且又要 mini concert， 我们很努力在练习。我觉得跳舞这种东西就是你不练就很容易忘掉，对，所以就是要一直练。有时候自己笔记的地方啊，可能有 memo 说，这里手要伸到几度，角度要在哪，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会练什么 rebel 什么之类的，不是要拍吗？那个速度，还有中间那个 the over e rebel 的那个时候，我们的拍子要算准。所以有时候不练的话，真的会忘记。所以我们会一直时不时的复习一下，时不时弄一下这样。音乐卡没有，这么紧张什么？不谢谢。Hello CKC。会来，开心。Hello， 星星。我姐姐已经想杀了我，你怎么不早点说？因为他们改就是要更新什么的话，其实还蛮麻烦的，辛苦姐姐了。Hello， 听歌，浪爸听歌，你好啊。很喜欢我们的姐姐们，每个都好可爱哦。Hello
Hello， 背包只剩一浪花，你好。Hello， 旅行者，你好啊，旅行者。Hello， 钟杰，大家午安。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Hello， Peter。我都给你，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突然乱喊军犬不计什么的，辛苦你了。我也是很容易，就是太累的时候，就是在另外一个世界神游。谢谢笑笑的追踪 ，Hello 德明 ，Hello 姐，谢谢单送姐，都是诺布。如果是新朋友的话，可以追踪一下我的个人 IG。YU7.714， 然后拜托大家多多支持了。我是 AKB48 进 TP 的刘玉清，那我们是 AKB48， 海外姐妹团哦。我们的活动据点是在台北，所以我们是进 TP，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那我都会在浪 life， 浪 life， 浪 life， 然后会有一些直播，在中午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追踪一下。时间到了，差不多就要放一下我们的歌啦。谢谢一哥的追踪。谢谢，希望大家可以送剪刀石头布这个礼物，因为我们最近有个猜拳大赛的活动，那我们线上热身赛已经开始。谢谢点点头送的剪刀石头布，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可以帮我冲一下，数字，冲一下礼物数，对，因为我想要拼25号以前的种子选手。谢谢笑笑送的玫瑰，谢谢夜兔送的剪刀石头布。那你现在收听的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张单曲《勇往直前》。那我们也会自己的，我们也有官方的 YouTube 频道，那可以上网搜寻 AKB48 进 TP 就可以找到我们官方正式的 YouTube 频道咯，上面会有我们的 MV， 还有我们的偶像真实豆，以及之后会更新25号的时候会更新放下偶包，那也是。我们会有一个小系列的主题的一种节目，对，希望大家会喜欢，希望大家追踪我，拜托拜托。谢谢织田送的玫瑰，谢谢浪爸听歌送的玫瑰，谢谢辣椒送的玫瑰，谢谢大家追踪。Hello 宜萱，那我每周都会在浪 life 开直播，都在中午12点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吃午餐，然后放音乐给大家听，跟大家聊聊天。那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不同的活动，对，只要搜寻 AKB48 定 TP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Facebook、IG， 还有 YouTube 频道，就可以知道我们最新的动向还有活动资讯。那我们的7月份的生写真预购快要截止喽，希望大家快点去预购预购，那可以指定我，你可以找 Bill Flower 组的刘雨晴，对喽，谢谢要求完美送的枫叶。Hello 猫猫，跟大家一起聊天吃午餐。Hello 小花姨姨 ，Hello 乐悠悠。午安午安 ，Hello 瑶瑶 ，Hi 天天 ，Hello 念佛好 ，Hello 托尼，谢谢阿东送的新之冠，温柔的满意。今天会放一张照片，然后是这是深写真拍的照片，然后大家可以当桌布，蛮好看的。Hello 红豆欧巴，欧巴撒拉丢，是我一定好看，有新桌布了 ，Yep。Hello， 大家午安。呜呜很棒，好不好？很可爱。好，叫我想起
叫虎爷的这种。那你现在就收听的这首歌是我们第一张单曲《勇往直前》，是在2018年12月25号发行的。那这首歌的 MV 在阿里山上拍，是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美景。对，希望大家可以有空的话去看一下他们，去看我们的 MV， 不是他们，是我们的 MV。那我也是这首歌的 center， 大家会发现，哇，岁月真是残酷的杀猪刀。我已经长大了，看到那时候青涩的自己。谢谢哎雅雅分享直播间 ，Hello 颜州口味你懂？人家不叫这样，人家叫调味料，调味料你好。变第三人称角度，对啊，有时候不小心变成这样。我们来听听 KTT Festival， 越来越漂亮。对，我阿嬷上次就是在我生日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嘛，然后啊是我打电话给她，然后她就说我、哦、好久没有看到你了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对呀、啊，她说你有没有整形啊？啊怎么越长越不一样，很漂亮呢，每次都看不出来是你。我想说阿嬷你这样讲话对吗？阿嬷我没有整形，我们做你的马芬堡。然后加了自己加东西，你可以吃番茄，番茄的小番茄，好，只能这样很成功，而且完全没有恢复期，你知道吗？我阿妈说觉得我整形，她说长得越来越不一样，那时候不跟你讲，他们觉得阿妈很会说话呢，超级卡哇伊，快认不出来了，对啊，快认不出来了，阿妈这夸奖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应该是好吧，好啦，是好啦，对啊，没整就可以长得跟整一样这样。卡法练舞还 OK 吗？可以，大家关心你医美范本不是吧？我的鼻子可能是，我上次被那个就是很久以前小时候去做皮肤，去打雷射，那时候很容易长痘痘，我妈就带我去打雷射，医生就这样子的，你的鼻子很好看呢，然后想说我的鼻子是真的，你不要碰我。这件楼梯是用的剪刀石头布。你现在收听这首歌曲呢，是 KTT Festival， 是我们第二张单曲，2019年7月的时候发行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上网搜寻 AKB48 KTT，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就可以看到这首歌的 MV 咯。希望大家会喜欢。等医生摸摸，哦，假体的。没有啦，真的屁股很漂亮。跟布丁的哦，布丁名字也很甜，嗯，它跟你的很像，可是它是更上面一点的。哦，我觉得就是不知道，对，差不多就是对，因为我三根没有到很甜，我三根还是有点下凹的，但我觉得这样就其实差不多了。可是每次戴眼镜的时候，就觉得里面小滑呀，不知道是鼻子不挺还是脸太油。谢谢某某送的玫瑰，谢谢泼出去的水送的玫瑰，谢谢酱送的玫瑰，谢谢柔赖肉送的枫叶，谢谢酱送的枫叶。Hello， 大家午安。如果喜欢我的话，记得按个赞哦。Hello， 幸福。今天皮肤太光滑，也太油，讲话太油了，眼镜都一起滑掉了。再两颗蛋，再加一个鸡。一颗蛋一个曲奇，蛮正常的。再加一个蛋，两颗蛋。哦，这么嗨啊！好开心。对，我想说，等一下再一次猜拳。要滑倒了。Hello， 安妮塔。要不要直接？2:30了，因为我迟到了。正常我会播到2:00，那30分钟就是发呆，然后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按拆结束，大概是这样。我用瞎掰，他鼻子花30万，我不知道鼻子到底要多贵，整形很贵吧？
能看到两万，鼻子花三十万，你不要相信啦，骗人的啦，不要再相信，你不要相信，我不知道啊，没有，我没有去问过价格，因为我还蛮满意我的鼻子，所以我没有去问过。好，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第三张单曲《看见夕阳了吗》，然后这首歌是2019年的12月发行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上网搜寻 AKB48TP，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哦，我们这个的 MV 呢是去台中高美湿地拍的，也有把美丽的美景拍进去哦。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去分享，然后按赞，然后给你的好朋友，就是像早安图一样传出去。三十万可以消骨吗？我是不知道了，很可怕，肯定想动的，真的。是有人说切，要把下巴变尖，是把中间的骨头弄掉，然后再把它们合起来。我不知道哎、欸，韩国的那个什么脸，就是让脸这边变平，就很平顺的直接下来的话，是把中间弄掉，然后把两边骨头合起来。我满意我下巴。我只听说人家打玻尿酸，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可好可怕啊！大家的午餐都要吐出来了。Hello 芷柔 ，Hello 陪伴天使 ，Hello 漫无目的 ，Hello 爸，欢迎回来，没一起破圈的，对啊，头发这么熟，难道头发不用整，头发长得很好看，他只要多美白一点，你记得擦防晒啊。有了，有擦，真有擦。昨天喝一次吗？我一个月就擦那一次，昨天你用完了。他垫鼻子是拿耳朵后面的软骨去垫，我以为是打东西进去，我以为是这样。嗯。多美白太坏了，不会坏，我怕明天康成找不到他们。Hello， 娟娟。在房间擦什么防晒？他会出门呢、啊。不要这样吧，他只住在房间，他是什么小盒子里面的什么人物吗？Hello KK， 嗯 ，Hello 老实树哥哥 ，Hello B 哥，欢迎你回来。妮控的灯很亮，头发不用担心，好，我怕大家找不到他，可能跳了一整场，大家没看到他这样。去小型房间才需要擦防晒，闪亮闪亮。闪亮自己的团员自己黑。Uni 军火库的、啊，我们是 Uni 耳包，然后 Uni 干话吧，然后 Uni 尬聊，还有 Uni 二阶 ，Uni 二阶，哇，不知道，对，我们是 Uni 二阶，因为我们之前 mini concert 的时候，我们不是不能开手机那个密码，然后我们在看大家彩排，我们就故意这样开，然后还用那个字幕这样，小迪的密码，你看我。感觉什么感觉？军火库正解。Hello 小老鼠，我们就是二届嘛。好可怕。没有，就想说大家看起来很紧张嘛，然后我们就想说想要制造一点气氛。我们这组本来就是外冷内热的那种类型，就一玩就玩嗨的那种。然后上课就这样超紧张的，别讲话，我现在上课。认真。好可怕。我们就这样啊，我们上课不都这样吗？然后下课就，那上课就，我皮绷很紧张。什么？我拿大二届，哪是我？二届最真。Hello， 玄彬，谢谢你送的掌声鼓励，谢谢 Danny 送的玫瑰，谢谢泼出去的水送的玫瑰，这个反差。我们就是认真的时候认真，玩的时候玩到死。我觉得重点是这个，但是你知道。我们前面几个人的体力都不好，所以玩到疯的时候，我们就去休息了。就放后面还在玩的，就变成就是有几个老人，就三个老人，就我跟林杰还有马友，就躺在椅子上那样子。然后他们就还在玩，然后我们就哦好累，不要吵我哦。
不要练习完每次这样，不要吵我，不要吵我。年纪大，年纪大，我们大概是这种感觉。我爸的笑声就是这样，老了，斯巴达的纪律，爱的教育，铁的纪律，懂不懂？老佛爷你当然，我们都是这样啊。我觉得玩就是要玩的开心一点，但就是还是有体力不支的时候嘛。我也没有阻止他们玩啊，我只是去休息而已。获胜。Hello， 鬼，一起笑。My now。不过我很喜欢我们家的孩子，就是认真的时候是真的很认真，不会，不会爱讲话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应该也是我们家族的个性都比较冷静吧，所以冷就是那个认知很大，就是反差很大，大家会吓到的那种。好喜欢我们家孩子，对啊，我们家族的人很冷静，就是工作的时候或是上课的时候都很冷静，就是不会一嗨然后整个嗨到爆这样。光上课的时候很认真哦，不要看他这样子瞎瞎闹，他上课是很认真的。哦，每次都看到第五二的我，上去淘汰那一集真的是好难过，好难过，受不了。我不知道在笑什么，但大家都在笑。真的很想哭，对不对？告诉你个秘密了，哦，受不了。不过我们家文文很棒，而且欢迎送的掌声鼓励。不是，我也不是每一集都有看，但是我会看片段，就是看有我们家小孩的部分。小青玉云，看这种玉云跳舞真的好好看。可是我这种很这种那种感觉是，我一直在看这个节目嘛，然后突然练习看到他们，就觉得好不真实哦。你是那个嗡嗡吗？你是那个小晴吗？你是那个玉云吗？的那种感觉。玉云在跟我一起吃饭的，天哪，好不真实哦，对吧？会不真实，对不对？就像是每次跟朋友出去吃饭，然后看我的 MV 啊，看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说：“天哪，我在跟你吃饭呢！”我就这样，你够了，带着同学吃饭就是你够了，不要再闹了。就觉得啊，手机的东西突然跑出来那种感觉。好，毛良，快去休息吧。会吧。假如你的朋友是明星，是偶像，他突然跟你一起出去吃饭啊，干嘛的，你会觉得很不真实啊。越沉重的是因为时间长。龙大午安，为什么叫突然知道下次要讲什么了？什么意思？期待未来有。花生什么出生的新之冠，刚到花莲，我好想去那个水族馆，海洋乐园，海洋公园，这样讲吗？天哪，我在跟你握手，希望我也可以突然爆红，我想怎样才能突然爆红？开始
讲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不行不行，我要好的爆红，我不要不好的爆红。嗡嗡嗡啊！穿很红，可以可以。要晒黑，你们可以去买那个，那种要玩水的话，你要买那个不伤害到海洋的。对对对，那种防晒。对。对啊，桃园的那个，昨天我们讨论过水族馆。人好像紧张石头布。那些有刚到上的紧张石头布，现在人好像紧张石头布，谢谢大家。我礼拜六的晚上十点会开直播，希望大家可以对来陪我。那祝大家去玩水要买防晒乳的话，记得要买友善海洋的防晒乳。这些人好像只要说不，哎呦，对不起。对，要熟了，但是我正在努力。啊，我要去厨子好了。隔壁送火箭的大大可以过来送我几张萝卜吗？不要卖肾啦！不要伤皮肤啦！这样子对皮肤不好。皮肤一直晒的话，其实会干裂什么的，会痛的。所以人好像说的讲说不哦，你这样卖肾怎么可以？欸、你当白银七七嘞，好棒！谢谢大家。五发火箭哦，希望隔壁的大佬可以过来，开玩笑啦。谢谢龙骑士送的剪刀石头布，谢谢。剪刀钱，不要这样。谢谢龙骑士送的剪刀石头布，谢谢大家。真的很不好意思。然后大家都有互相过来偷看，没有发现？看到小白兔，好，我子萱上班加油，20分了。哎呦，我就是很怕这种比赛。看到牛奶茶了。期待给自己懂嘞。我觉得粉红梅花的歌就很 AKB 的感觉，就是很可爱，你不觉得吗？那种大家想象中的日系女团。小心在这边真的超适合的。今天人家捐送的幸运事业草，真的需要一点幸运。
拍黑桃那个风暴黑桃的标准美。这首歌我也觉得很好听，会一直想要再听一次。制服很日系，除了 TP 的最喜欢谁？哦，你说，粉红梅花吗？嗯，我很喜欢，我觉得佩涵很可爱。然后我觉得巧鱼也很可爱，巧鱼就是那种很妹妹的感觉，超级妹妹。你不觉得很可爱吗？他笑起来超级甜，就是那种很想要呵护他的感觉，感觉不能让他受到伤害，他会坏，他会坏掉，这样讲吗？坏掉。最喜欢佩涵，佩涵很甜啊，唱歌很好听，就是那种甜甜的声音。可是我觉得人讲话跟唱歌声音真的差很多哎，因为我觉得我讲话跟唱歌也差很多，可是我现在讲话就是太放松了，就是没有要，就是可爱可爱的感觉。因为我讲话都比较，现在讲话比较放松。因为我昨天讲话就是，因为我昨天很累，然后我就睡饱的时候，下午睡着了，然后睡饱再去练习，然后我在休息室嘛，就是练舞室旁边的休息区，然后我就是在讲说，哎，那麦克风是谁的、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子竹说，姐，你的声音怎么变成这样？我说，哦，我只是没有，就是用力气讲话而已。你需要这样吗，子竹？我的心直接被伤掉，被伤害。嗯，风风也是，唱歌跟讲话差很多。就是没有用力气讲话，声音就会比较低啊。不是晚餐，哭起来很可爱是怎样？软弱的声音，软弱的声音是怎样？哦，真的很喜欢吃沙拉。沙拉最棒，但是它沙拉很有饱足感，我只能这样讲。
欸，价格还算是，就是所有的沙拉吃起来还算，就是吃得饱，然后价格跟其他家差不多的。而且如果你点了一份沙拉，那还很小份。那你是要点两份吗？还是要点一份？还是你要吃其他的东西？你就会被其他的什么炸物什么影响，就是想要加点那些不该吃的东西，所以觉得这个是比较刚好的，就是手不会痒，不会手痒。谢谢张白蜡送的剪刀石头布，谢谢。我刚刚在吃东西讲话的时候，你就刷一排，对不起，刚没看到。谢谢阿当送的剪刀石头布啊，太多。Seven 的沙拉，我喜欢盐焗鸡腿温沙拉，可是它有个蒜味，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谢张达拉变成了粉丝团三级会员。这家叫辣一哄，辣一哄，辣一家吧。边赶路边看直播，辛苦你了。谢谢大家，我觉得啊，这种比赛真的好头痛。我觉得我还真的还是没办法习惯，就是这样的营运方式。就从以前修润的时候就这样，我觉得我还是没办法习惯。哦，海藻沙拉这个也很好吃，我也喜欢吃那个。可是有时候就是如果要吃正餐的话，我就还是会选有肉的沙拉。喜欢橘色系的口红。你空空送的蓝色应援棒。午餐吃什么？可以吃。我是想吃米糕啦。都吃沙拉配茶叶蛋。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吃，可是我通常配茶叶蛋的时候都会买温沙拉，就是它有一盒的那种温沙拉。谢谢龙骑士送的剪刀石头布。之前就有人说塔口的公司照很像我，然后那时候他们在公司看就是 DD52 的时候，看到那个塔口就说你看跟你超像的，这个表情什么的，我说那呀，我很怕别人觉得我有去参加 DD52。这样看根本仙女，你说我吗？橘色看起来很有精神。我觉得我现在染这个颜色看起来很凶。那时候什么？阿米娜，因为我们有时候跳舞走位什么的，然后他在找我的背影，他说你突然不知道要走哪个洞，因为你染头发了，我不知道你是谁，所以我刚走错。然后他说他就站在我背后说，我现在要习惯你的背影长这样子，他就很认真地看着我的背影呢，我实在被他笑爆，就喜欢我凶啥耶。反正就很好笑，哦，Mina真是很好笑哎，受不了。谢谢人好送的剪刀石头布，谢谢大家，感动，受不了，练倒三角。
他又要走错。这部以 Mina 的口音来讲话，好像挺百合的。那你79了，哎，好快。但是你想要87，不好吧？还有 Lingo， 对啊，人还可以吃饭吗？我很怕、欸。现在灿烂不会挡在未来，欢迎默默回来。 Hello 一碗泡妮，哦，亮亮亮亮的亮亮。亮亮说他上次有去看面面直播，好可爱。谢谢空空送蓝色应援棒，跟大家为星期六续航站，谢谢大家。就是，我会努力。啊，好烦哦！我们要加油好吗？啊，好，我不想讲这种话啊。面面以为是假的，对啊，我知道。他还说面面考了他好多问题。星期六可能来签到，没关系的 ，OK， 谢谢。谢谢空白哥送的剪刀石头布。哎，那个，哎，你是谁？空白格是谁？嗯，你是谁？我怎么看到你的个资？为什么我看不到你的个资？你是谁？我看不到你的个资，你到底是谁？你是谁？你是谁？谢谢空白格送的剪刀石头布，你是谁？他是谁？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他没有资料？住在台中市的 ID 是379603的朋友，请问你是谁？他是谁？你好 ，Hello 高宝哥，请问他是谁？他是洛黎，洛黎你好。你叫洛黎吗？还是你叫萝莉？他的个字是打一个洛黎耶，天哪！你好，我吓到了。吓艺人是吗？不知道，路过有钱人，真假的。Hello， 老公。对啊，哎，你好，如果喜欢我的话，记得追踪我哦。天哪，我刚被整餐笑到，因为不熟悉的 ID， 所以哎，太帅了，真的很帅，嗯，被吓到哎，谢谢大家，好惊讶，我以后叫你洛黎，洛黎哥。洛黎哥你好，谢谢大家。我等一下一次把猜拳开完，那我今天就是还是会就开它到2:30。哦，谢谢大家。对，他的字戒指只打了一颗洛黎，我好感动，我的，看到相遇的心动。一些空白格送的剪刀手布，他的照片是，你在看他是谁？应该不会开这么久，就是不会拆这么久。他拆其实才可以拆蛮快的，希望今天胜率很好，但是我有做好事，存好心，就是做好事，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安修泽，可能是小号，
是谁的小号？谁来偷丢礼物？肉收粉丝，广告标语。Hello，Hello， 阿宝，我喜欢这首，我也喜欢这首歌。而且亮亮这个衣服超可爱，好喜欢他这个衣服。帮忙嗨一嘛，不要啦，不要。他如果想跟我讲的话，就会跟我讲。谢谢你，洛梨，空白洛梨先生。好送的玫瑰，谢谢大家。那我们现在有个猜拳大赛的活动，那线上的热身赛已经在7月1号开始了，然后我们活动截止日期是9月13号，但我现在很努力在冲，这是25号的种子选手。那我等一下会把就是今天得到的紧张手部的礼物拆完，希望我今天胜率可以很高，希望大家多多送我紧张手部，拜托。为了让你生，我们都不牵老奶奶过马路了。好帅的洛林，有缺儿子吗？莫名其妙的歧视。谢谢大家，谢谢张马拉松九号手部哦，好棒，谢谢你们。Hello， 圆圆。谢谢张凡拉送剪刀手部，谢谢。这礼拜会去健身，有持续的运动。要哭了吗？先不要，不会，不会那么容易哭的，只是觉得很感动，就是谢谢大家，这都就是这样子让大家破费。猫咪太好。不要中哲吃饭，你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我们就是尽力而为，尽力而为就好了，好吗？对。Hello， 阿翔，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没关系，没关系。Hello， 焦糖咖啡。等下整点的时候开始按猜拳。给大家尽力就好。我就是，如果你们这样子，然后没有吃饭或者是干嘛的，我自己心里也会过不去，就是会很难过这样子。希望大家就是对身体健康比较重要。谢谢龚大送的新之冠。加油，会努力的。幸好都吃很饱，那就好。Hello， Brian， 你好啊。Hello， 不知可是。这样吗？这个样子很好笑，哪有？好吧，就这样子的人。跟大家讲一个，想到可只是讲很好笑。我之前去，我们在教室练习的时候，因为我们都要拿麦克风嘛，练 B 跳绳的时候，我们要练习拿麦克风，然后边跳边唱。然后我就，因为我拿那麦克风就是有点问题，就是假麦就有点问题。然后他就是有点，这上面那个麦克风的头就是你摇摇晃晃的这样。然后结果我跳到一半的时候，那个麦克风头就不见了，我就哦 ，OK 哦，然后我就直接就水救一下。然后他就是麦克风的头应该在这边，然后他不见，然后我就直接这样子，这样唱歌，我一个饶舌歌手的姿态，然后再跳舞，我就直接这样子，是用这边抓这样，因为我们练习的麦克风就是用很久了这样子，就还没有买新的，还可以买新的吗？然后反正就这样子了，然后就这样抓着。就是好像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它坏掉了这样。
而且超驚的，因为其实是用下面两只在架麦克风，然后这边是要假装有那个，然后我就拿很高的，在哪里？地板上。我觉得舞台的临机反应真的是很重要，临场反应很重要。像我之前练舞，然后就有个动作吧，然后我不小心穿另外一双鞋子，然后教室好像刚打扫就比较滑，然后我就跌倒了。就是我有意识的时候，我也在地板上，我在地板上，我躺着，我这样躺着。哦，那鞋的空白，那这也是洛璃吧？这是洛璃送的剪刀石头布，那你过来。可爱，谢谢洛璃送的剪刀石头布，又来了，该不会去厨子吧？会吧？你是谁？你可以告诉我你是谁吗？不好意思，你可以告诉我你是谁吗？不好意思，你可以告诉我你是谁吗？谢谢你送的剪刀石头布，谢谢。哇，怎么办？不熟的粉丝，然后突然送很多，我都有点吓到。谢谢，吓到我了，我的心脏。可怕啊，要低调。好，我懂有钱人要低调的那种感觉，就是怕被绑架。我继续讲好了，就是我滑倒了，然后我有意识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地板上，然后是一个婴儿的姿态这样子躺在地板上，然后是背对大家这样躺在地板上，然后我有意识的时候躺着，然后觉得啊好痛哦，我的肩膀，因为我是直接摔，是肩膀然后屁股这样直接在地板上，然后就好痛，怎么办？哎，不对啊，我要起来了，我怎么还躺在这边？然后一秒接上，我躺着，然后马上起来，然后继续跳舞，这样超好笑。然后大家都说我很厉害，大家就想说要不要卡，可是我直接接上去了，所以大家想说那就算了，不要卡，直接摔倒。然后大家看到我怎么在地板上这样。Hello 另一页，谢谢那个空白的洛璃送的礼物，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你是谁，你可以小盒子我吗？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就可以帮你保护这个秘密。然后谢谢大家都送我剪刀石头，我没有受伤，只有肩膀跟屁股有点痛而已。谢谢另一页分享直播间，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有你们才有现在的我，开始哭。真的忘记耶，我是很会保守秘密的人，真的，我不是大嘴巴，因为我长大了才学会一件事情，是听到当作没听到。对，这是我长大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很恐怖。对，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在地板上，真的，就是可能他们在讲某些事情的时候，哎，什么活动什么活动，然后我在公司嘛，他们就看着我，然后这样子，滑手机。什么都没听到，这样，什么都不知道。Hello， 我也是醉了，有耳无罪，对，我有耳无罪。Hello， 你好吧 ？Hello Kevin。Hello Kitty， 假装看风景，装忙，先装忙就对了，找事情做。有意识时已经什么？已经晚上十一点到隔天早上十一点三十，什么？太多了吧？直接加入讨论不行，这时候介绍中都不知道，你不能加入讨论啦，不可以的。认证过的口风景真的，因为我直接当作我什么都没听到，直接走。欸，我真的很害怕，我怕我被消失，我不想被消失啊。我现在
因为现在跟姐姐们比较熟了，就是感觉就是比较就是有遇到问题什么的比较敢讲，因为之前就比较害怕这样子。Hello 西瓜，西瓜 ，Hello 九令。听到最高机密就当我什么都不知道這樣。多大条？哎呦，小东西都还是可以被消失啊。哎、欸，当然会害怕啊，拜托。不想被消失，嘿嘿。突然不想上健身课，为什么？要去上课啊！我很喜欢去上课，我喜欢别人逼我做器材，因为有时候自己会懒，懒之外，你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动作到底会不会是很正确。虽然可能就大部分都知道，但是就是小细节会忘记，然后就可能会造成就是伤害，或者是练错。原本想要练三头，练到二头啊，越练越壮啊，怎么办？太危险了。是 M 吗？不是吧？嘿嘿嘿，是怎样？怎么啦？哈喽晨晨，谢谢张达拉送你几张双福，谢谢大家。等一下我们一起开牌，开名牌啊！大家有去买乐透彩吗？谢谢张达拉送你几张双福，谢谢。也可以追踪我个人的 IG YU7.74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支持，爱你们，打从心底爱你们。Peter， 这次乐透彩有二十几亿啊，23、24、25，忘记了，反正很多。希望大家可以中奖，加油！中奖的话，麻烦帮我们把松烟买下来，我想要整栋都是我们家的，开玩笑，整层就好，整层就好，先把隔壁的野火买下来。好坏哦，我们，我觉得我们办公室不够大。我们人太多了，不够用。直接让我登顶。好，张麻辣，这是你说的，记得去买。我们想要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然后我想要衣装部。我觉得我如果毕业找不到工作，我可以去我们公司当我们的服装部、欸，帮大家就是缝缝补补这样，然后洗个衣服的，好像还不错，当个闲职。然后如果有剧场的话，可以兼任管理剧场跟服装这样，好棒哦！重盖不要啦，让 TV 上东京巨蛋，耶、yeah! ！我们先攻略台北小巨蛋，就是要开我们专场。一年开一次，然后再有个那个剧场出来，有没有？再自己盖个剧场，好棒！南港展览中心都买下来，好有理想。补衣服的妈妈，那你我是有针线，其实我有裁缝机啦，可以帮大家弄。孩子醒醒的，我起床了。玫瑰，你直接握抱，走过来说：“哎、欸，你搞什么东西？”去做好哦，牵着你去做好。开玩笑啦，太危险了。小鸡蛋买下来当剧场，太夸张了啦。大巨蛋还没。留下来可以扛着一个的上面剧场，好像很可以耶、欸。盖好的话，大家梦想都好，有梦最美，逐梦踏实啊，对不对？我们要当个有梦想、有理想的人，这样人生才会很愉快，对吧？各位脑补很严重，小鸡蛋跟小剧场，那个剧场也太那个了，二十几亿买不了剧蛋，是买不了了。这梦想有点大，不要放弃，不要放弃，我们可以的，可以相信我们自己。
好啊，诺诺。好紧张，等一下要看胜率。虽然我今天胜率看很高。谢谢雪松的锦囊鼠，谢谢大家，感动。我礼拜六晚上十点会冲一波，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加油。像我们冲完这一波就好了，这样大家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啊、谢谢雪松的剪刀石头布，谢谢。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一起，就是在那个晚上，可能大家就吃个东西啊，一起来看我直播这样。Hello 可不可不可？冲泽，礼拜六冲一波，好的。割点肾不要，我去捐点血。在做好事捐血，很害怕，很害怕打针，但是愿意为大家捐血。哎，我的这个受伤被自己刮到，那个已经变成一个疤了，好讨厌哦！不知道怎么办，要买那个蛋疤膏。看到小蜜蜂，先去上课，好，空空上课加油。希望你真的能理解这些被标题送动，那边杨雄你不要乱教人家。谢谢雪送的蓝色玉人棒，谢谢。居然留疤了，对啊，这个伤口太大了。你那个蛋疤膏都好贵哦，做纹身改进。来，是什么纹身呢？不行啊，我们不能纹身。蛋疤膏不是啦，这是淡化疤痕。谢谢空空送的再见撒哟，谢谢。这次要持续很久，对啊，上次也持续很久。对，都要800以上。我的八大，哎呦，大家要好好照顾。这偶像真的不太能受伤。我的天，今天过年。尽一点心力，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大家尽力就好了，就是不要影响到自己的生活。Hello 疯狂 ，Hello DJ One，Hello 702 ，お久しぶりです。谢谢龚大聪的剪刀石头布，谢谢，谢谢大家一直陪着我，好感动。Hello 红毅，谢谢启军送的剪刀石头布，谢谢大家。再过两分钟我们来开奖，希望今天胜率很高，一定可以的，不能说希望，是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开始冥想，静心冥想。Hello 本丸梅子，안녕하세요，烧香拜佛。对，我是 Lucky Seven， 我是可爱的七七，自己讲。Lucky 七七，我一定可以办到，没问题，没问题，加油！对，头上是发箍，很可爱吧？被说像浴帽，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它。你一开三个小时，要算准时间猜拳，对，就一直猜，从头猜到尾的，会不会太夸张？太夸张了。谢谢东东的追踪，这一期的粉丝真的很厉害，好可怕、哦。
也充超多的，好可怕啊这世界。没电，手机没电了，快去充电。你要陪我一起拍，你要陪我一起猜拳。Hello 瑶瑶 ，Hello 笑笑。还在这特效。好啦，我现在来开始回猜咯，大家帮我集气。可以，相信我，一定可以。休息一下，有点害怕了，我有点害怕了，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礼拜六我会长得很漂亮的，我会长得很漂亮的啊！开一半，再开远一点点。好，我继续开我的猜拳，希望大家可以送我猜拳的礼物。我现在努力在跟大家猜拳，平常都有做好事，积德积福。认真在集气，天哪！加油，加油！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开始操作频繁了，他有点宕机。好，休息一下。怎样？这胜率算高吗？希望大家可以追踪我，然后我是 AKB48 Team TP 的成员。那我们现在有个猜拳大赛活动，那现在线上热身赛呢，已经在7月1号开始，截止日期是9月13号。那我现在在抽25号的种子选手，然后胜率最高的人就可以进阶成，就是成为种子选手。希望大家可以让我如愿以偿，谢谢大家。谢谢龚大送我剪刀手布，我会继续努力的。还没拆完，还没拆完。好，谢谢龚大送我剪刀手布，我继续加油。弄到有点就是宕机了，我再等他一下。哪有好笑？我很认真。啊 ，serious， 嘿，真的很认真的猜拳。
谢谢大家追踪，如果喜欢我的话，可以到我的 IG YU7.714 去追踪哦，拜托大家了，お願いします。你是 Siri。谢谢 Lumi 送的玫瑰，谢谢 Danny 送的玫瑰，谢谢大家送的礼物，谢谢大家的追踪。好，那我继续，要继续猜拳了。哦，头疼得死。哦，心脏这边在跳哎，心脏蹦蹦跳。哦，这怎么那么刺激呢？我妈有什么预感？快要猜完了。介绍机上的剪刀石头布，被公大上的剪刀石头布。好，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心脏不行，无法负荷啊，无法负荷。好紧张，太紧张了啊！啊、哦，好紧张！啊、哦，还好吗？快不行，快喘不过气了。这是屏着呼吸在猜拳呢。啊、哦，还没猜完，还没猜完。好，继续。就是你今天哪里不舒服？起点不需要形状，只要心已经开始流浪，他背起行囊装今天真理想，手中的地图没表示方向，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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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阿晴可以办到。你想过投降混蛋一样的船，还不停下，人们笑语着多傻，但不在乎终点模样，才能开始的漂亮。在每一个今天的笑容中醒来，跨过昨日没回忆的港湾，这里下起的脚。再休息一下，再给我休息的时间。啊！啊！抓一颗石头，抓个粉晶，还是抓月光石啊？都抓好了，都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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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藤流星没有哎，我们叫藤井流星，我们叫藤井麻友。流星是谁？我没有麻友，我没有麻友。Hello， 长远。会被黏水吗？是不会被黏水了。去大家分享。打太快了，没事没事。Hello David， 我需要舒压的东西。怎么好紧张啊？这种好紧张。雷奇还在开。一起不要再开了，求你啊！啊！继续加油！
敢直视。不是镜子的画面，我是很认真的猜拳，怎么办啊？猜完了，有几个是？我猜完了，啊，1074而已，没关系，我们还有礼拜六。猜完了，头痛，啊。还行吧，这个胜率，大家觉得胜率如何？谢谢家眷送的脚手布，谢谢。Hello 小信，这胜率大家觉得还行吗？谢谢阿爸送的脚手布。Yes， 我们开到2:30，开2:30，开2:30。啊，好累，好累哦，真的超累的。是全神贯注在这个上面，我是真的用虔诚的心，这个石头已经被我捏到，就是它温温的，你知道吗？我一直这样走，一直戳，一直戳。这胜场应该是很 OK 的。我是连点啊，一直这样点。加油！耶！谢谢人豪送的剪刀石头布。人豪，你这样有没有钱吃饭呢、啊、？Hello Snoopy， 谢谢人豪送的剪刀石头布。没有，我们还有礼拜六，大家就是先放轻松 ，take a break，OK，OK，OK。我们还有礼拜六 ，Hello 鱼。礼拜六是重要的时间，相信我明天可以办到的。干嘛的？大家从500太多了。Hello 红红，谢谢雪送的剪刀石头布，谢谢雪送的剪刀石头布，好可怕哦。高考还紧张，是在哈喽，啊，真的很紧张，真的很紧张，非常紧张，受不了。哈喽二一大叔，谢谢伟伦送的玫瑰，谢谢金妮送的玫瑰，谢谢大家送的玫瑰，谢谢玄冥卷送的掌声鼓励。大家如果还没追踪我的话，可以按一下，就是让 Life 追踪，可以到我个人的。IGYU7.714是追踪，那我是 AKB48 定 PP 的成员，如果喜欢我们的话，可以上网搜寻 AKB48 定 PP， 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粉丝团、Facebook、IG 以及 YouTube 频道。那 YouTube 频道的上面都会有我们的 MV 以及我们一些可爱的小影片，像偶像生死斗跟放下偶包，谢谢大家的追踪。那我每周二晚上7点都会在台日哈什么哈的电台 FM96.9 跟大家在天空见面，让我成为你的维他命 C， 天空的维他命 C。 Hello Hello， 带砍草才选不行了，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这样子我会睡不好。偶包是25号会更新哦，那这次有增加了3位新朋友哦，对，会非常的好玩。
天空之情。25号是礼拜六。刚刚经理是，李专正打来问我们要签名，不要闹了，大家都是好朋友嘛。雷姐还没开完吗？好可怕啊，雷姐！雷姐，好可怕哦！呐喊！红包开完，我们就开把剩下的开完吧。一开始就是20号，他要开到冲线。好，我们也冲，我们也冲，能冲多少就冲多少。还有两天。9:42。紧张。谢谢大家的支持。Hello, Lily。25号10点开，因为我那天有练习，所以就是得没办法太早开。25号的10点，原本打算开到11:30，反正就开到开完啊，开到12点，我们一定要拼一波。然后我们夏日，马上隔天夏日约会，马上跟你们见面，马上问候你们有没有吃饱饭的。是晚上10点到对12点，那天的结束。对，要12点前开完，没错没错没错。看到很多骨瘦如柴人，不要这样。好，我把最后的猜拳猜完喽，谢谢大家。反美的房间里。开出一片宽广森林，你在树下休息，偶尔翻阅些回忆，偶尔只静静等待着雨滴。好，剩下猜拳数也猜完了。会不会衣服掀开，左边手术跟右边手针口什么啦 ？Hello 优格令狐冲，谢谢优格的分享。Hello 好运旺旺来 ，Hello 玉玲，谢谢大家今天就是也很努力的陪着我。会陪着你在这雨抽到1100吗？很难吧，抽1100的话还有9个，超奇怪，他每次在讲。麻烦拿他的枪过来吓我了，可爱。他种的香菇很恐怖啊、哦，的猜拳当中，要摸摸看。不要不要，它只是香菇而已。不要不要，可以吃的。好，但现在我还不想摸它，它的脸让我害怕。我们昨天看它的时候才长这样而已，长这样，然后什么都没有出来哦。然后回家发现它已经长这样了，
今天早上发现它长这样，然后刚刚就长这样了，超可怕。长超级快的，谢谢大家。饿过头了吗？它在哪里种？就是在客厅种，阴暗的角落，客厅阴暗的角落种。好强的生命力，真的。谢谢大家。这一场旅行，有时会天气没有什么原因。那个沉重的剪刀石头布，我觉得今天应该凑不到一千一的盛场，凑到一千一可能要一点时间。谢熊熊送的向日葵，太空包都长得快，长太快了，好可怕。谢谢大家。那我们来讲一下，我们三十分的时候讲一下那个就是排名，感谢排名。歌手两三次，应该是可以蛮多次的。他说就是歌一个洞，它就会长一个，类似这种概念，超可怕。而且反正他们。一天要浇三次水耶，真的是超级辛苦的。原来香菇这么难种，我以为放着就好了，割起来吃掉。法法一定会吃掉它，相信我，他一定会吃掉它。他回来了，他被香菇吓到回来了。怎么样？你的孩子长得很快，超可怕，光阴似箭啊。可是他拔掉之后，听说要休息2个月才可以再种。啊，是啊、哦。对啊，好无聊。真的，你再去买别克啊，寄过来。要种一排香菇的。Hello， 富吉。总种久一点可以变灵芝吗？不行，那要变成发霉，要混变灵芝。不行，我们这里不是野生的什么生态园区，是不可能种出灵芝的，好不好？灵芝不在树旁边吗？对呀，它里面是木质啊。它是一种太空包，对对，后面可以翻过来继续长，可是要修根两个礼拜。Hello， 希瓦，好人。香菇就是菌类，还会发霉。对啊，如果喷太多水，还是闷着，还是怎样，它就会发霉。对，它会发霉。爸爸说会。香菇小达人，冠名播出。Hello， 卡顺。方琪琪的沙拉加料是不用啦。Hello， 礼物盒，你好啊。爸爸是要把客厅开发成梯田吗？可能会。阳台说不定清空之后，他会在外面种菜。可以种草莓吗？种草莓太难了。帮我查一下。小韩，草莓就是一个盆水，它就待在一起。要爬很多斤量。不是，那不是，那是葡萄吧？谢谢龚大聪的新枝冠。温室栽培水跟蔬菜，可以。水跟脱水。山猪经过，云爵不要把动物拿到家里。冬天在种，那现在先种西瓜。主要是种草莓没有网子，会被鸟吃掉。可是我们的阳台是独立阳台，就是它会有玻璃的那种。谢谢爱心送的幸运事业场，谢谢。喜欢我的话记得按一下追踪哦。如果清醒是种罪，就如果我觉得会比较想要种香料。哦，香料你要送什么香？迷迭香。九层塔最好种吗？哦，九层塔的炒蛋好吃。谢谢送的蓝色一元棒。蛋炒九层塔。一人主宰农场，一人主宰牧场。各种季节性水果 ，TTP 毕业搞不好可以出论文。法法说他想养鸡啊，可是我觉得鸭比较可爱，所以我在就是
说你可以养鸭，鸭真的比较可爱，是不是？嗯，其实感觉啄人很痛。我不要吃，那是宠物不能吃。他一直想把他的宠物吃掉。Hello， 最后一步了，鸭比鸡吵很多，而且要养母的，它会生蛋。鸭比较凶，没关系啦，可爱就好。养猪吧。太可能，不可能。Hello， 小诺。日本的鸭说鸡非常少，什么意思？哪里 ？Hello， 黑猫。爸爸想当鸡农吗？没有，他只是想要就是养一些经济动物。养鸡很好玩吗？鹅更凶。养鹅，哎，我很怕鹅跟鸭，哎，因为我小时候被咬过。啊、哦，好笑。就嘉义大学、啊，然后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生态池，然后就他们在喂鸡，不喂鸭跟鹅，然后就是鹅，然后就会哎、欸、就会有人把手伸出去外面，然后鹅就会这样子来吃，这样手到了一伸，这样没有阿姐咬我的手。你手颜色很像那个饲料一下。日立冷气广告表演。日本的压缩机非常少，好烂啊！好烂啊！烂到爆！有被鹅追过？为什么大家会被鹅追过啊？我从来没有被鹅追过哎。Hello Vice， Hello 斯迪麦，好像很有道理，好好笑哦，面白いね。好了，我来讲一下今天的排行榜。那我们从今天从第十五名开始讲好了。想从哪一名就从哪一名。打雷了吗？没有啊。换首我喜欢的歌。好。第十五名是龙骑士，谢谢。第十四名是小白，谢谢。第十三名是嘉轩，谢谢。第十二名是野兔，谢谢。第十一名是就是不想变掉名字，谢谢。第十名是冠威，谢谢。第九名是学，谢谢。第八名是启俊，谢谢。第七名是小勋，谢谢。点到了。第六名是阿当，谢谢。第五名是宗泽，谢谢。第四名是宫大，谢谢。第三名是张达拉，谢谢。第二名是仁豪，谢谢。第一名是洛璃，谢谢。不知道名字的洛璃，也不知道你是谁，不过谢谢你。他的图案是一个猫耳朵，然后有一个须须。来自台中市，5月23号出生的双子座男生。哎，5月23，双子座。拐杖糖应该是，好厉害！他才，我第一次见到他，然后他就直接丢到第一名。有，Hello 安，水果类都是帅哥。台中是护证事务所查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谢谢大家。希望大家礼拜六晚上10点可以来陪我啊！谢谢坚谷送的枫叶 ，Hello 星星。好酷，好看，谢谢。你知道你昨天睡觉的时候把手放我脸上吗？真的假的？你知道手脚太长就有点困难。就你真的是没有固定睡哪边，你想睡那边，你想睡这边，你想怎样应该怎样。360度的在睡，整个地板都是你的。Hello， 柠檬。礼拜六10点，希望跟大家继续见面，爱你们哦。砖块是用土做的馒头，不知道好不好吃。哎呦，下午好啊，野狼。Hello， 阿健，大家喜欢我阿健，按下追踪。追踪一下 ，Hello 小燕子。
我跟泪一起还差50个，不是50，70个，70个胜场，头痛头痛头痛，竞争激烈真的是。谢谢柠檬送的向日葵。好啦，想知道我们更多详细的活动资讯的话，可以上网搜寻 AKB48 Team TP，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Facebook、IG， 还有 YouTube 频道。那希望大家都可以追踪，然后可以把这个资讯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 AKB48 Team TP。那还没去吃饭的朋友，快去吃饭吧！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喽。那我们礼拜6的晚上10点继续跟大家一起努力。爱你们，要吃土，拜拜。谢谢大家，辛苦了，我知道在什么。